这个漂亮了，这个大邱打的梅花鹿，然后我们大邱打。就去日本，大家都去奈良。其实马祖的大邱比奈良漂亮很多。就这是我们刚从奈良回来，那从奈良回来，对啊，然后我们去奈良回来，对啊，有看到梅花鹿吗？但是没，但没有，没有马祖的，对，没有马祖的美，没有大邱的。对，这个马祖，这是马祖的梅花鹿，这个多少钱啊？对，你看，太多了，爱这个东西，就这个啊，原来礼物，原来礼物就在这里，我们来这边，你带100块来这边，这是100块来200块，现在买得到吗？买不到，你看我那边还有多少个，真的，对，这个很漂亮啊，不是，你这是商店没有卖的，没有卖，这个非卖商品，非卖商品。魅力有吸引力的岛，那我们国际艺术岛也是很成功的办理啊。这边有很多的故事，还有很多漂亮的照片，可以再看一看这几年的变化。是，这个就是我们国际艺术岛做的这个设计的酒啊，很有设计感。那我这是我们国际艺术岛的这个 CI 啊，就是我们就是马祖几个重要的点呢、啊、连接起来，像一个。钻石也像一个起飞的飞机啊！大邱，这是琴壁，这是妈祖巨神像，这是东莒灯塔，这是青房港，把几个它连接起来。你记得住吗？国之北疆，对，国之亮岛，北疆，东永灯塔，亮岛，高灯，秦壁，妈祖巨神像，然后东莒灯塔，青房港，就是把马祖的这个几个位点嘛连接起来，设计成这个 logo 嘛，就是。It's a good enough. Yeah, it's not for because. 非常。欢迎啊！这个各位教授，还有陈老师、毕生老师，还有那个 Amy， 还有许师，来马祖啊！就是我早上还接到那个行政院政务员张景生电话，他跟我提到他昨天碰到林兆达医师啊，提到当年在开始做癌症啊，在就。陈老师这边协助啊，把癌症预防变成世界卫生局认可的全世界的概览，他说是台湾公共卫生的经典。他张吉生政委说他改天要约那个陈建仁副总统，陈老师还有那个林兆达，一起再来马祖回味一下这个过程的，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疫情，这将近3年的时间，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啊！特别我们同仁美军局长那个凤仪科长啊，大家那段时间的不分昼夜啊，跟病毒作战，我就说防疫系统作战，现在大家就是作战，人人有责，就是大家在努力之下，就是平安这个守护住乡亲啊，就是没有任何死亡案例啊，这是我们最欣慰的一件事情。其实当初想是。不可能的任务啊，但是后来我们完成了，很困难，但是我们完成了，不容易。那接下来可能小仓鼠很快就会重新恢复了。那面对小仓鼠的这个新的一个方向啊，我想我们要做好相关的准备。也请陈老师、立珍老师还有那个 Amy 啊，这个继续给我们指导支持。我25号就卸下这个职务，美军局长那边啊。就是多给他指导，没问题，没问题。Yes, and this old friend told the messages, he will organize a team to come back to memorize how it is successful to achieve the gastric cancer control here. You know, they include me and one of the senior doctors. Yeah, you know, he called Dr. Lin. He's the key person, and the other is our vice president, the previous COVID-19 的一个控制疫情，而且是一个封闭的岛。是。他有这个有船有飞机，
所以可以把这个变成是一个很好的记录。是啊，但是每天如果需要帮忙或者帮你补，那个写的部分或者部分，我们来负责。好，那你们反正你们就是把一些初步的资料，也不用花太多时间，就是初步的资料再来弄。这也是我这次来，其实现场我们是不用讲太多，我们就了解，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还是要让它变成大家们的事情。是是。哦，我们每次来马祖，当然就是来，第一个当然是来见我的好朋友，对，没有看到你们这几个，只要看到那几个马祖就安心了。是。哦，所以把它变成是一个整理一下。现在台湾其实我们是在跟政府帮助一件事情，就是说台湾的疫情控制得非常好，在前段大家都知道，是，那后段当然流行是跟着全世界的流行，是，只是这些声音，大家因为大家对清零有高的期望，但是现在慢慢大家有了解，我们现在其实在帮助台湾做另外一件事情，就台湾能不能成为幸福解封的另外一个 model， 是，也就是我们走过疫情，是，对不对？可是我们现在要创造另外一个 model， 是，我们解封了，好，那虽然每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过这个流行，包括中国大陆今天，是，说 he just show us very six actions again to go， 所以我在想说，以后其实马歇尔 University 有机会也有可以来，因为马歇尔就是美国的哈，就是相当于，当然我不喜欢用这个，但是它比较容易，你们比较听得懂。是，马歇尔 University 就是等于是加拿大的哈佛啦。是就是这样，所以他们其实是跟台湾现在目前关系也不错，是，潜力也很好，所以你们的，尤其是你们的酒，也可以想办法，因为他们很喜欢我们，是，这些我觉得都可以来合作，好不好？现场可以，很简单，非常谢谢这个菲利普教授来啊，其实他的当然是哲学，是涵盖是很多一个方向。那像我们的酒文化，我们的老酒文化都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当然，我还是觉得最基本的还是我们的健康，好，没有健康，别的都不愿谈。但是我觉得健康啊，已经在马祖建立一个很好的模式啊。从以前的癌症防治，比如胃癌的防治，到经历过这一次的一个新冠肺炎的一个防治啊，我们都可以啊，把民众的健康照顾的啊。那老师刚刚讲的一个，怎么样建立一个好的模式，甚至可以在这个模式跟别人分享啊，其实我是觉得说可以努力的。像这次啊，新冠肺炎，一开始我们认为可能我们是很困难的啊，必须这个，因为我们人力少，交通又分散，岛屿又分散，医疗资源一定是不够的。在这种状态下，我们当初想法是我们一定会受到很严重的一个伤害，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样做好部署啊，把这个伤害尽量减到最低，这是我们当初的态度，这是一开始的措施。到后面你知道已经，我们也预估是守不住了，但是在这段时间怎么样去准备哦，我们自己的一个医疗量能跟防疫资源，就用这个时间换取空间，趁着那种病毒才在境外的时候，我们就做好准备啊，建立一个很好的这个防疫医疗网络，那时候就慢慢的筹备，比如说我们各岛怎么样把外面的人加进来，比如说我们把军方加进来，比消防局加进来，海岸巡加进来，啊，把这个系统建立起来啊，因为我们还有各个岛屿，然后把各岛的这个卫生所，怎么样跟我们医院连接，就是在准备一年。我那时候就想，有一天一定是守不住了。我们一开始守第一线到境外，到后来一定到社区，到最后的防线是医院。那我们想法，我那时候也想说，医院绝对不能够垮，医院垮我们一定是伤亡惨重，所以要守住最后的医院，就是但是医院跟社区之间嘛，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建了大量的那个集中检疫所，啊，我们在废弃的营区据点啊，我们大概建了200多床，那也还把我们的卫生所的那个卫生局的宿舍啊，也把它替代一个宿舍，把它整理出来，然后所以说到后来啊，就是疫情爆发的时候，我们对轻重分流，虽然说我们医院只有2张的负压隔离病床，
世间的隔离病房。当然我们也准备啊，就是有30张的病房，都最后全部清过，但后来都没用到，这病患的因素，所以我们都是跟时间赛嘛，都第一个时间诊断、安置、治疗，都第一时间就把它做好。所以我后来能够病人都可以康复，然后疫情都快在我们控制范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过程啊。如果把这个过程哦做一个记录，我觉得是也是一个很值得大家以后去参考的。就像说现在就是面对小长庚要开放，可能又是一批，其实我们心情就没有那么紧张，我就觉得只是想说该做的准备就做这个，就像刚刚老师讲，可能病毒跟我们人类之间就是 reciprocal， 可能互相啊学习，互相来怎么样，但是我们就不会一开始像一开始那么害怕紧张，那时候就是惶惶不可终日了，每天就在思考这个怎么办，那个怎么办？对，不容易。医生讲的这个也是很重要，他们是 little policy 的，然后我们是 little days policy 的，这个是有谱的。其实我也可以请婷宜帮你们估计一下你们的中重症的那个，是，就是我们都有啊，那些资料我们都有，是的。Trying to find out is because again, so far as I understand it, part of the excellent leadership and a particular environment. Is there any idea to extend the type of long study you've been doing and tracking results in other aspects of healthcare? Like I was thinking of someone like social work. I'm just thinking it seems like a very interesting environment to develop long-term studies, so on any number of issues. 会变成一个，那健康就整体的一个社会环境的一个怎么样的提升，就是健康促进会是一个未来努力的方向。除了一个医疗照顾建制完善，预防疾病很持续的在，另外就变成一个健康促进，会是一个未来是的，有方向。我觉得你们完全是按照那个永续经营组织的构在做。其实你看这几年你们这个在公共事业这一块也是很大的成就，很大的成长。所以他其实有兴趣的就是这种长程的发展。是。那这个其实现在开始健康，你看从公益的议题我们学到了，就是说你经济不好，健康也会不好。是。这同样的啦，不可能说今天健康好都没有经济，啊经济不好，健康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是因为像they have very good development.